舅舅，舅妈，你们都在呀、啊，来，你家收下电费。电费啊？啊，先坐下，省一省。大老三爬山，他不吃。大老三，我怎么不知道你爬山啊？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爬山。我们先看一下电表。那你坐下，我先拿老弟。好嘞。舅妈，我感觉我不怕酸了，你让我吃个橘子试一下。不用试，沙发的牙齿我拍不起。我牙齿好得很，你让我试一下。大老三。